Yeah.不知道这两天就给大家上架上链接啊。这黄看。但我桌都蒸了，我做这个又改良了，比原先的还好吃。缓一会儿，我挨个说了吧，要不然录的时间有限。在户外车又比较多，声音比较大。蜜蜂，有只蜜蜂。现在吃老婆饺是最肥的，这个黄哈，我跟你说，就下面的黄像油似的，就有点像鸭蛋黄，像鸭蛋黄似的。